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彩虹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骄傲的一刻，我们即将要在台中升起属于同志的第一面的彩虹旗。我相信这面彩虹旗的上升代表了很多意义。今天是中台湾第一次大游行的活动，我们现场光报名就已经超过了1000人。所以这一次呢，在我们游行举办的这个诉求里面，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希望台中能够成为同志友善居住的这个城市，所以针对于同居伴侣法等等，我们是透过各个的联盟一起想要达成这个法令的通过。那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在地的力量，尤其是 NGO 的力量跟政府部门的力量一起来推动，例如说性别友善空间的这个确认的这个部分，甚至是对于未来性别友善空间认证的部分，是不是由政府部门能够跟民间一起来进行台中的第一次的同志大游行。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一次同志游行，首先我想是对内部希望更多的同志朋友勇于为自己的权益而发声，那我们一起为爱站出来。那同时我们这一次也特别针对于直同志的部分，希望说性别人权这个议题不单是同志本身而已，应该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所以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这个性别人权，为性别平权这件事情而站出来发出声音。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诉求直同志也要一同站出来。对我们社团来说，我觉得它是凝聚社员的一个方法，让大家就是试着走出来，然后看看大家就觉得说其实自己并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人这样子，所以这是有支持的作用。然后在于对社会上社会层面还有我们就是做一些运动上面的话，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的诉求能够更明确，让大众看见说我们有提出说我们想要怎样的诉求，比如说性别友善的空间我们要怎么样做，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法律上如何修订说可以保障那个同志伴侣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游行它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存在。同志本身并不是只是一个性别认同而已，我们不只是需要政府承认这样子一个归类，是社会主流承认这样一个归类，我们也认为同志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包含了居住，包含了生活，所以我觉得在生活部分，这是同志运动将来要努力的。他们同志的人权面对到这个社会还要再突破的地方很多，所以我全力的来支持争取同志的权益，也希望在当选立委之后能够来推动这个同志伴侣法跟相关的基本人权的保障。我们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很希望说他们可以接受，比如说包含尊重同志在内的性别平等教育。如果我的孩子是一个同志的话，他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如果孩子是一个异性恋的话，他接受性别平等教育，他也不会去欺负别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台中公园？因为台中公园是台中非常重要的同志地标。在今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重回台中公园，荣耀、骄傲地走出去，告诉大家我们站出来了，好不好？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台湾需要这么多的同志游行？因为我们的权益都留在嘴巴，都留在口号，从来没有落实过，所以我们觉得北中南东的同志游行还不够，因为我们的权利一直没有受到照顾。马上就要大选了，我们看到什么？没有跟同志有关的任何政见，这个是我们要的候选人吗？不是。教育体制漠视同志学生的需求，当同志学生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却求助无门。上个礼拜我在台中东海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它的名字叫做从基督教精神看性别平等法治。这个论坛不断的质疑同志人权是基本人权吗？我问大家，同志人权是不是基本人权？是，当然是。同志人权当然是基本人权。一同为爱站出来！大声起你的双手！
这一次台中中台湾大游行，把彩虹旗展开，同时我们这一次也赋予六个颜色有六个不同的意义。男人独立工作室，欢迎你们！同志要勇敢讲出来，把同志的爱讲出来。哎，我爱同志，爱同志啊！哎，这个我们的国家哈，要尽量的开放，不要太意识太偏执不好。哎，所以我认为年轻人，他们既然勇敢的愿意讲出来的话，他们不害怕，我们在旁边的人也给予鼓励就好。所有的同志朋友们，赶快跟周边的昆山镇的住民们、年轻人说，你们要支持同志路线，给我同志婚姻权，给我同志婚姻权。右上校园，尊重多元，我在彭家，我挺彭丽。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要实现这些诉求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教育，就是宣导，让更多人了解到性别的尊重，性别的多元。我想也只有从这个部分着手，才能够真正的来成为一个友善的城市。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支持大家，谢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签署。我们谢谢蔡副市长，谢谢蔡副市长。